坐落于群山之间平坦台地上的阳明书屋，背倚七星山，左拥沙帽山，右抱大屯山，前眺广阔的台北盆地，淡水河于面前蜿蜒而过，绝佳的地理位置形成龙盘虎踞之势，君临天下之象。原名中兴宾馆的阳明书屋，位于阳明山后山公园上方，本来是一个广袤的森林公园，早期曾经是童军露营场所。由于蒋公夏日迁居草山行馆避暑之时，常来这里散步，深觉这个地方在盛夏之际凉爽宜人，所以在民国58年在这里兴建中兴宾馆。这是蒋公在台湾最大也是最后的行馆。蒋公在民国59年协同夫人迁入，作为避暑与接待中外贵宾的场所。